这个部分它是属于那个防控系统的显示面板，一样就是它很多的车站，这个车站上面，车站里面会有一些车站的空调，还有一些风机，它的运作状况就可以从这个上面的显示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车站的核心警讯，或者是说一些海龙或者是那个消防队的系统。